历又会13-14，国历3-19-20，礼拜二、礼拜三，开张圣诞，顺2月15，全球然后恭迎天上圣诞。哦，对，礼拜一啊，今天哦，恭迎四个地方的妈祖庙的妈祖神像。然后明天后天要绕境活动，先起第一天先绕西边，西北边、西南边，第二天再绕新营区，还有比较东边。我们看路况，绕境活动路线，还会有时间呢，标注时间大概几点到那里。哦，很进步。现在看那个路况表，还有加时间的，很快就知道大概人叫进河更河到哪里。新女王跟庙同地方。